啊，完了，这个会沾手。今日も旦那様にお会いできて、舞はとっても嬉しいです。完了，这个要啊，我想想啊。我去换个东西，等我一下，我等一下回来，马上马上。我吃啥？应该是叫肉丝吧？这手会油油你。好了，我改鱿鱼丝了。今天外出工作，打个招呼就跑。好，克洛伊小心，不是小心，克洛伊加油！克洛伊加油！这游戏怎么出资？好想要其他角色哦。这个啊，这边点下去，有没有？这边就可以点你喜欢的东西出。你网络最近是不是常断啊？不是，我主要是因为那个啦，因为上个月有收到什么合约终止，还合约到什么多少，然后想说是会断网还是怎样，就今天跟我姐一起去弄网络，然后才知道没怎样啊，是顺便帮陪我姐去弄网络吧。欸，我发现她大腿这边是肉的欸。好了，我本来想说我三点前就回来了嘛，然后就可以什么标题置顶说，累积到100个喜欢，我们就换雀魂。哎，发现没办法，就直接打雀魂嘛。之后啦，之后再说累积到几个喜欢，点个赞嘛，然后再来换游戏这样。有没有到100个啦？因为打麻的没到那么多。打5-4个就好，好不好？来吧，欸，结束了，有什么东西不见了？宝牌狂热，生母交给你了，生母，扣了他，生母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三只兔子。生母扣了他，要不要通话？有超过两个以上的兔窝的，要不要通话？我们去关帐区。啊，生母嘞，我哦，来了来了。生母交给你了，冷静啊，生母。生母给你了，呀，生母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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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生母讲话。
真麻认对人哦、喔。嗯嗯嗯是什么意思？灯幕很大，对啊。低头。谁的尾？嗯。拔梯了，我要拔梯了，我要投票。不要、哦。太过分了。谁挺赞成马同学哦、喔。你跳太快了你。对啊。这张比较不痛的了。你打另外一张弹药酒是不是不是你没口。喔、你好扯哦、喔。他就想哭你。我知道啊。我们叫一杯口，就是想口我。生母交给你了。你说生母交给我吗？这个生母。有啊。交口人了吗？封一口人。怎么可能啊？嗯，不是吧？哇！看。那么不用存了啦，白板在我这啦。嗯、你不用等了啦。可能他在听白板呢、啊。你说我在听白板吗？我说我是我小三女。不可能啦、啊、他想要小三女吧？看、嗯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哇哦！没有了。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。哇哦！可怕。ピーチ一発ピーフドラ。你想国？哦。好难给，嗯，哦，生母给错了，生母，哇，啊，不是我没有不好，我怎么打、啊？哎呦，好小，两班。我换个相机，我那个讲什么啦？声音好断吗？你声音超断呢、欸。我快点！哇，来来来来来来！好，
好，懂了吗？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声音。吃个药。哎呀呀呀！你还好吗？放网路。啊，两个香港的，一个马来西亚的吗？拍我们在台湾海峡打牌嘛？哎呦！嗨，嗯，嗨，来自香港的无名，嗯，还有声音吗？你是刚换手机还是什么？换手机，我平板拿到手机。平板是用 WiFi 吧？不是。那个网是断断的，我没办法。啊，每次你早点飞掉啊！必须弄你的网。三万六很难耶。可以啦。我理解。我要投票了，这个人太过分了。你回血？我跳满了。不血了，满了。我受不了，这人太过分了。他太坏了。力气。哇，从两番变成跳满，好开心哦。哎。这样，我会这样。你有梦想吗？没有。你好烂啊！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听我说。还没中礼宝牌，我好难过。两番。好丑，你好丑，你好丑，你好丑，哇哇，哦，这牌走远了。
哦，我笑一笑。嗯，还有点子，壁纸是绿的，哇，新增一个贴图叫你好丑，可恶。关台后来新增，继续。嗯，安安。对嘛，同学听牌、欸。无名一直逃。好。你那只太刀了哎、欸，我还不跑。等。哦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了，你可能真的会死。你们等一下私下解决好不好？你们等一下私下打的时候解决一下。这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我也跟我想的不一样哎、欸。剧本怪怪的。这个卡位是有点难。我要上头了吗？芝麻。拜拜！哎，你活了，你活了，你还是在，你还在，你还在。哦，好像是这边。嗯。哇，多一番我就输了。真的，还好。然后那卡位都是小牌。哦、oh. ，要逆转，就只能往这边走。没有特殊规则吗？没有，天太晚了。哦，母母加油，国士无双。三面，有点难啊。可以啦，那我你是我那相信的母母。我下去了。让我看看奇迹。嗯。嗯。走这个好了。哦。那个我马就在。小鸟安安。走，你刚下来，对。
这样子。这张居然没打啊！因为是锅跟台了，台板。不行哎、欸！第几？是你了。没有力了。可以的，师傅。你说这样讲。反正我说你是会走。嘣！老了，这个没梦想的要跑了。两番，两番而已。啊，反正都死了，那你去呢？来吧，打过来。反正都会死，谢谢圣母阿里亚豆，谢谢。还没中。好了，你们私下解决喽，感谢感谢。把他们拉下去。六张人设图哦。鬼抓人小队群组丢张人设图，你说我吗？我什么人设？你们等我一下哦，你们等我一下哦。欸，上次我是用什么的啊？人设。偷袭。我的头贴，我的头贴，哎、欸，你等我一下哦，妈妈妈妈，巴拉邦邦邦，巴拉邦邦邦，呆鱼救我，哎、欸，好扯哦，呆鱼，有没有睡啊？你把活出口了，为什么？你们怎么了？这么狠，嗨，嗨，你们可以拿你续费的例会来做缩图。哎，我要贴什么图啊？都没什么在画自己。啊、等一下，我想到了，我有一张很母汤的，等一下哦，长按存为 CD， 再给我两分钟，你要去 DC 吗？可以啊。走吧，哇，
哇，我们回来了。我们唱那么多红没问题吗？台语有唱歌吗？有啊。干、欸！你怎么这样对我？哎、欸，你跑太快了，好。你知道我跑太快了，不早点唱哦、喔？几点了？两点了、欸，我不睡觉哦、喔。不是，是那只好以后我睡着后禁止各位唱歌。怎么这样？戒严令，禁止各位。他妈的给我唱歌，不然又说我太早睡。阿小，没有啦，我的错的。扯哎、欸，为什么唱歌？打野。昨天是克洛伊要睡觉嘛，然后我就说他那边起哄说要唱歌，我就说好啊，唱一下。然后起哄，唱着唱着他就睡着了。谁起哄？克洛伊起哄唱歌就自己睡着了。他那时候好像是叫我唱吧，然后我就说好啊，唱一首，然后你就去睡。然后我就唱了一首，然后他就说一首不够，然后我就继续。是不是就是我去睡觉，你们才要唱歌？没有。那你现在唱，你就当做我没开台，你就当我没开台。当我塑胶。不行，刚睡醒没开嗓呢，会破音。你就多唱几首啊，你下午就可以唱歌。啊，你今天不用上班哦、啊。今天不用。嗯、啊。可是我觉得我应该三点是还没醒了、啊，等一下去补觉了。补什么？哦，补眠哦。对啊。那谁要唱歌了吗？可以先不用关台。可以耶，可以先不用。哦不，关台再说。那我现在我关台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我死掉。那我们来开投票嘛，上次都是叫番茄穿女装，我们现在叫黛玉唱歌，要不要？让你体验下番茄的恐惧。先不用，我先跑。番茄要在那个聊天室当荧光棒了哦、喔，他已经手靠近荧光棒贴图了哦、喔，要送出了哦、喔。我先跑。拜拜，好耶、欸。好耶、欸，不然四位来唱歌好了，酷窝的。如果等一下凑满四个一桌的话。待遇就什么？先不用。我，那我现在新增一个你好丑贴图。哎、欸，你们都两个字的哎，哇，你们在一起好了，你们三个人。怎么了？两个字怎么了？没有啊，你也打、啊，你看，像这样子。啊，不行，我有包子。看都是两个字的，如果同一排都是贴那个与荧光棒的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哇，这排太漂亮了吧！我舍不得丢。啊，舍得了，舍得了，舍得了。等一下哦。又跟以前一样排队唱歌吗？排什么队？队伍乱了，对啊。你看，番茄怪人、利恩、生母、欧弟、米弟。不是，我唱歌就真的不好听。没有，我们唱歌唱的是什么？是个信仰。好不好听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我也觉得不好听啊！我说我，
我也觉得不好听，我的。哦、我想说，你说我不好听哦，终于有一个人说实话了。才没有。你在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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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骗。你还他妈给我看台，我把你踢了。李青，谁看台？我没看啊。李洋洋啦。阿磊犯了啊！上次跟他讲，不要给我在打牌的时候给我看，用听的打字留在立直之后好吗？或合牌之后。我要去看聊天室，我觉得好可怕。你立直后你可以看啊，你没关系啊。我立了。对啊，所以你可以看看台啊。你只是聊天，骗子，青椒早餐钱都被你骗走了。怎么这么多荧光棒？天哪！很棒吧？哦，可怕的一群人。字母，全部交代。我要咬他，我要咬他。又是红中噩梦，真的要留他了、欸！天哪、啊，怎么过了一个礼拜还在这里？红中地狱，番茄女装的话，我就在台上。笑死！那、啊、你穿的还是不穿女装哦？真的很懂你，很懂你们自己，很懂啊、哦！哎、欸，他飞了，我要跑了。唱歌，唱歌，他飞了，我唱歌。好啦，你赶快去楼下醒一醒吧。没有，我真的要睡了。好啦，晚安，晚安。拜拜。祝你梦到我哈。哈哈，哈哈，哈哈。定は絶対です。你用电脑拿往下啦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没事啦。打死你！问号，拜拜。哇，都是白茫茫的头发。哎、欸，你有白头发的，最最，换一个白头发的，换一个场上没有的白头发的，快！妹妹，一定有妹妹，去换一个妹妹来。哦，彩鸟再按一下，彩鸟。哎、欸，这三个都是黄色眼睛哎、欸。妹妹是不是蓝色眼睛？感谢喜羊羊。好白哦，嗨孟娜 ，hello hello， 孟娜你好，孟娜，白发局，好棒，看起来就心情很愉悦。我常青白发局，光他小，尊重哦。你好早安安，到底是你好早安安还是你好早安安？你好早，等我一下哦、喔，为什么？
理解。ポンですよ。ロン。哎，好扯哦！这两个人竟然不来跟我通话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继续待着，我自己享受自己的难过。我想说怎么没有他们的声音，害羞吧，哎呀害羞啊。それ、ガンですわ。ロン。早早开台心情好不难过。没有啊，没有啦。最近都是剪完片就开台啊！啊，我的那个挂机忍者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哇哦！你们两个的牌。ビーチ、ビーフ、ドラ。哎呦！下班第一件事情看有没有开台。没事没事，有事没事，请在 YT 首页 F5 一下。对，可以救救过期的实况。他可能还活着嗯，他也许还活着啊。G。我杨安啊，看到西洋又想到我还没吃药，不是刚刚呆鱼走太快，我刚药包其实已经放在嘴巴了，就他飞走了。西亚不是今天打血魂吗？七点。哎呀，如果有人想去虐他、欺负他的，那不是啊，跟他一起玩的，可以去西亚的台。啊，怎么虐他、欺负他？讲错了啦，不。哎呦。你不然说出来了，没有啦，都是效果啦。呆鱼睡了没？救我呆鱼！好，还在喝水。他要
怎么说实话，我只是把人拉过去而已。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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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。嗯，第一次看台哦，好，那好好看台规哦。规，规总是打错规。柴鸟，你今天好惨哦、喔！柴鸟，你怎么了？柴鸟，哎呦！哎呦！对，架家直接被 bot 挡住。我在想，还是打日麻就不要开聊天室啊，不然有时候好挡。我不想开，就是挡聊天室跟 VP， 因为会挡住那个台画面。
可是如果像用他们那种，有背景的，我觉得很丑。你们觉得要聊天室吗？我看每次下家画面都被挡。啊，像这样子干净多了。本来今天干干净净。理解哦。来河底，没有。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。哎呦！リーチ一発。不用吧，最近聊天室也很危险。哎、欸，我有装那个插件呐、啊，不是插件呐、啊，语法啦。ドラ。ハネマン。ハネマン。啊啊！现在也还是在。还在当实验鼠啦，就看看我会不会中枪。红中要留对不对？好啊，各位，一个红中在我手上喽，听好喽，一个红中在我手上喽，重复一次，一个红中在我手上喽。我那时候觉得机器人会超级留言，害人家被ban，那被锁台，是觉得哇，花小钱搞死一个人，很夸张耶。不要这样实验啊，等等就，那我就东西收一收，跑去退取开台了。其实很多人在等我去退取开台。我也想要去那边，就是稍微再开个几天台，有没有？把我那个布布的动图贴丢上去，然后就从此就又不去那边开台了，这样。怎么讲？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那边的图都不能传，好像就是你至少还是要重新去那边开个几天台，才能把上传动。啊。亚、yeah, 都会跟有啊，你 Twitch 跟 YT 我都也有追了啊。李月月早安安，红中真的来了没有？我跟你讲，我上次在打，上次那 一整天，我每次只要打出红中，他要么是下一张来，要么就是过两张才来。所以我有一次，我有一局就是说我不会把红中打出去。结果那时候在跟观众聊天，好像是怪人吧，害我还是谁？结果他就是聊聊聊聊，被人把红中打出去了。然后过两巡他又回来了，然后聊天室就说不是说不打吗？我说我又不是愿意的啊，聊天室害的啊，气死，就怪怪的。哎，你还没睡哦，要不要唱歌？白痴哦，我碰了吗？哦，怪怪呆鱼了啦，哦，呆鱼。救我呆鱼，我碰下去了啦！怎么唱歌了？你说你要睡觉 啊不睡觉就给我不睡觉就给我唱，怪鱼了，真的是怪鱼了，啊！哎、欸，你不要撤回，你不要撤回，你不准你撤回，你给我在那边撤回。定めは絶対です。
啊，孟娜撤回了。我想一下，我要怎么搞他咧？我看一下孟娜撤回什么。孟娜，我们五分钟后见了。看一下哦，你撤回什么啦？哦，为什么要撤回讯息？哦哦哦，没事，你打错字，打错字，大家一起笑笑啊啊，没事的，孟娜，这是游戏规则。你被禁言长老禁，你就当做你被禁言长老禁言就好了。排运不好，继续上班。你从现在上到晚上十点哦。你上什么班呢、啊？没有、啊，其实讲真的，我这个台规真的是有点无理取闹。十点到十点，你做什么？十二个小时的工作，看一下我以前做过十二小时工作什么？还真的想不到哎。游艺场，那是什么？是游乐场那种吗？游艺场是什么？淡水老街，不变。哦哦哦哦，就游乐场。哦，啊，里面会不会烟味很重啊？就是说，汤姆熊那种。哦哦哦。我以为是博青哥喝店那一种，没有到无理取闹，我觉得有哎，我全面禁烟哦，那就好。还不觉得昨天玩的那款很棒吗？杰克躲在鬼后面，我躲在杰克后面，又摆明的，你有没有？我分数就是比杰克小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！之前跟你打人网友说过呢，那多久前的事情了啊？哦，所以那时候到现在都没换过工作，太强了吧？隔壁突击板就不能撤回，所以没事啊。第七房间人数加二，哪里？欸、靠腰，是不是讲话哦？都关麦杀小。开麦，我很害怕，害我一直自言自语。马同学打字才看到。你在跟聊天室讲话，我、哦、你也会害羞，你也会害羞。我抱歉。以前哎、欸，大家要结束这一场喽。我抱歉，各位要结束喽。不是啊，那颗碳烤麻吉又不讲话。不是啊，我也跟你一样害羞嘛。啊，害羞嘛。各位，我们要结束这一轮喽，准备下一场喽。我很抱歉。我等一下，下午上班上到十一点呢、欸。嗯，你上到十一点？我十五点才上班啊。啊，上到23呢、啊。哦。真的。我保住荔枝棒了，我保住荔枝棒了。下播后你要练功吗？不是维修吗，大哥？你活下来了。嗯。不是啊，臭醉在那边，我会怕什么？臭醉醉，不要嘴他了。刚醉醉在又不敢开麦，还是因为他在上班，白痴哦、喔。那我抱歉。他可能在公司吧。对啊。啊，在公司我要为了用手机。哦，好亏哦、喔！我留局的话，多两千块，两千块、欸。白猫，白。
为什么留居多？哦，因为我刚自摸600而已啊。啊，懂了。我已经累到快不会打麻将了。你不要打，脱掉。哦，我最近打的不是麻将啊。打的什么？他们最近在打德州啊。哦。那个就是跟雀魂同公司的那个纸片扑克牌。对的。我有看到啊，啊德州我就还好。我已经是他们里面最多钱的了，我已经就是我已经在教他们打了。很好啊。我昨天晚上帮基民赚了200,000游戏币。啊！我的红中！啊！我不应该跟你聊天的，我很抱歉。不是啦，我在看聊天室啊。现在是艾莉的多。没事，桌上两张了，你不要慌张。他等一下回来了，等一下就回来找我了，也不好说啊。刚好看到艾莉跳出通知，说他好狠，然后红中就出去了。哎，看来是没了。那还好，那还好。哎，怎么你？没了，我都没了，都没了。那是我的红中，你放尊重哦。哦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了哦。ban 掉扳手，扳手还在哦。那我下次可以 ban 了。啊？因为上次 ban 了个扳手，跟我讲说就回不来了。哦。对啊。那我不知道，对这个机制不是很了解。没事。嗨，孟娜。我们只负责听台。对，以后跟观众说啊，你要被禁言长老禁言了。有一次上班自动拔掉 YT。有一次上班看你的台，你在钓鱼。你要看吗？我可以现在钓啊。行不行？钓鱼很好玩的、欸。他们那也是会被 ban 的。啊？你现在钓他们怎么办？钓他们啊！林一还在苦苦的等。谁呀、啊？林一呀、啊。没事啊，让他等啊。可以让他等我一辈子。好。他 Q 也 Q 了。他马上哭给你看。我去听他哭。他是声音很好听吗？把他拉上来，让他哭，太过分了！哎、欸，哭给我听，哭给我听，好过分！他根本不在啊，骗我！这太他打问号了，没有啊？你在你的聊天室打问号啊？他被霸凌。不对，为什么会霸凌？就我要是被拉的话，我会被霸凌，就是 DC 会不让我讲话。哦，怎么会？那你家自己上来，你自己下去，自己上来。有啊，这已经麦都修好了，这真的倒是不厉害。就是只要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被拉，就是。哦。哦，那以后叫你自己上你就上来好啊，好啊，你看看人家多干脆，看看你们。我。好，我先把他拉下去。哎、欸，还是你自己下去，不然等下又被霸凌。我自己下去，好，拜拜。看听妹子的声音多开心。我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妹子。不是啊，啊你刚不开麦。我靠，这你聊的很开心哦！你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，玩游戏就是要开心。你聊的那么开心，我怎么舍得打断你？可以安安嗨呀、啊，或在聊天室打说，请问可以讲话了吗？加个请问啊。也是。对。
你看那个刚睡醒的，说要回去睡的，还不唱歌的那个。啊，谁？包子。白鱼啊。哦。对。哦吼吼吼吼。没有，我也刚睡醒啊。好扯哦，白鱼，超扯的啊。哇、哦，好扯灵哦，呆鱼。呆鱼。啊。三十分钟前说要睡的哎、欸。嗯。我要敲你。我觉得碳烤马吉内是我的牌。你猜是什么牌？啊！上面只有一点绿绿的东西。马茶一点绿绿都没有。啊不，这个啊，我闹钟。嗯，我把我自己喊回来了。太棒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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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起来！リーチです。哦，怎么是这张？我三色同顺呢！哦，哎呦，你要，你要说是不是？你要六，我要六啊！你。两六，啊，只有六都是下家在打的哦，难过。我要五，我、哦、还是红的哎、欸。那个哭到不行的，给他。啊啊，有哭有用哎、欸，哭最大声，有哭有用，哭的大声就有糖吃。我把自己的绿色喊回来了，我的慢。盲眼，推推推，三暗哥。哦，三暗哥也太可怕了吧！可怜哦。碳烤马吉真的被烤了。没事，我还活得下去。我是不是给错牌了？我抱歉。哎、欸，你给谁？我给你。哦，没差、啊，打掉就好。又不是小孩，打掉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给做的，等意思意思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只角色没有在哭哭的表情呢、啊？为什么？这只角色完全没有哭哭表情，只有那个妹妹那哭哭表情最好看。啊，宝贝儿，你回来啦，宝贝儿。嗯。蹦。嗯。如果我现在打开你台的声音，我是会听到两个自己的声音。对。我不要，我怕。你可以听听看啊，就知道我们平时自己在剪自己片，听到自己声音多羞耻。你可以听听看啊。我，对不对？呆鱼打开了。我天哪，我要羞耻致死。对吧？这极不舒服，我还是关掉。太不舒服了，听你的声音是很舒服，但听我自己的声音，我怎么这么不舒服？女人，你再说一次，女人。啊，这句不行是不是？我被 ban 是不是？杠。
可恶，我以为可以双等于出去，忘记我吃碰了啊！啊，可惜了。啊！白捡的。啊！是我吗？哦。原来是红中。再见了，红中。我们再续前缘。嗯，再见了，红中。你会有报应的，就是你。什么？跟我什么事？就是你了，就是那一张隔壁。没有啦。我说隔壁这个人给我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找了一番。谢谢参考马吉的抖内。我这局应该是没有听啊。参考马吉又抖内一个人了。参考马吉要变成超会搭的马吉了。你翻面哦，翻身好吗？你不要当条咸鱼在那里跌倒就在那躺下了，起来哦。地板蛮舒服的嘛，再让我躺一下。懂不？哦，原来北在你那边，可恶。没有的。多一番呢。哦。他拿对子弹也不会再给你。我终于有跟你打到牌，这是从我上班以来的第二次。嗯，再好，太开心了。好，感谢，感谢，拜拜。我的天，我还没开始就进来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要这个吗？安妮吗？哦，不是。我没有哥哥啦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金色头发的男生，好，没有，没有男生。利恩，给我开麦哦！棉被猫给我进 DC 开麦哦，鲨鱼给我唱歌哦，我给啊，好啦，送幸福。怎么用我？哇，你不是说睡不着了？你不是不睡了？靠！那你不要进来，你不要给我进来，那你就不要给我进来，我自己回到上面的开台房，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。讲话，现在是声音检定，快点说话，不要害羞。话。谁？刚谁？话。哦，封闭。啊，棉被猫嘞？我相信你应该不是用嘴巴打牌啦，要不要讲话？Hello，
教主安。哎、欸，你好。因为棉被猫是男的，我以为他是女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男的女的、啊？我是女的啊。对啊，没错啊。哦。所以番茄，你要不要穿女装啦？我男的哪有？你是我的女人，你是我的好吗？麻子早安。怎么饿？我那天讲了很油的话，竟然说被朋友同说，啊，这句话好帅哦。会吗？很油哎、欸，很腻哎、欸，你想一下呢？哼，嗯，看，哎呦，记，岩上麻子听起来很嗨，有啊，他们当时有聊过啊。那个直播是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为什么不要留下来？我叫老居走，老居，你怎么会这样子？啊，又要自摸了啊！好呀，我不是说你自摸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你自摸，我是说我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我也自摸了啦。给我拿赡养费，什么意思？是他要给我哎、欸？哎、欸，唐安安，为什么要叫老居走？没有，他自己要走不是吗？你是想独占我？血魂是什么角色？葡萄。要逼我抽土出桃，我的天！把贴给泡芙妈看。另外一只泡芙。嗯。可爱啊！还，哇，这好香哦！哎，到我了。泡芙妈妈妈妈，你在哪里？在哪裡？
然后老君，我看你是很想跟我切，就跟肯德基跟蛋挞。哎，对啊，肯德基不卖蛋挞了，哎，但我没吃过肯德基的蛋挞。我觉得他只是想抽你，不想打你嘛。那我永远不去肯德基了。嗯，哇，不卖蛋挞，他还能吃什么？再来中个三宝牌吧！肯德基的蛋挞超好吃的，哈！我好像有吃过一次，可是我觉得就蛋挞，又只是个蛋挞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都喜欢吃炸鸡，可是我最近又不能吃炸鸡了，我好难过。哇，被满呢、欸！被满呢、欸！老人怎么懂蛋挞的好？我怎么会不懂？我小时候也是吃蛋挞起来的哎、欸，长大的呢。啊，会不会就是因为刚吃刚出炉的啊？你是说蓝色的讯息吗？一枝独秀，你就是你看，你就是这堆蓝色绿叶中的一朵绿色的花。对对，蓝中一点绿，没错没错没错。你是蓝中绿，是吗？人家是雪中红。哎、欸，麻子，我偷偷说，我比老君还要小、哦。我说年纪啦。或是说我比老君还要轻也可以。跳船爱屌，你要唱歌了吗？现在看到就说你要唱歌了吗？麻子，我脸上要去开刀了。对，我得了，不是会。不会很严重的病，但需要开刀了。为什么2400不是累积分数？因为我是庄家，他是看番数的啦，不是看分数的。快开，开什么？开刀哦，好吧。你说看可以把这灵用毁容是不是？一直拖，我没有拖。是那个医生在搞，明明之前医生打针打一打，那个痘痘就消，应该不是痘痘，那个，
反正就是很像痘痘的东西，就明明就可以消的东西，要硬要我吃药，就吃药一直在拖，拖到最后说什么消不掉了，只能开刀了。我天哪！换间呐，那那间就是口碑最好的啊，不是脓包啦，他是说囊肿，都快一年了，哦，这有点难解释哎。没有重点，要开刀的部位是在眼睛上面啊，眉毛下方、眼睛上方，欸，应该说眉间那边，我就麻烦，对，我烦你麻，对不对？你麻我烦，开脑，你说开颅手术哦？什么？那位置感觉很危险。对啊，弄不弄一弄，主要是常常如果洗脸或是揉眼睛，可能话就戳到那边去。拉一拉脑浆。啊，你心情好点没啊，麻子？我有偷听一下你的昨天开台。自摸。哎呀，没合体。上がれなく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。我不开台，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了，塑料感觉。我的天哪，被发现了吗？欸，我早上四小时，晚上四小时，欸，没办法啦，对不起啦。我只能起床的时候去听记录档，才能知道我重要的麻子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还边听边剪片。点一剪，还按暂停，听一下，按一下回放，听一下麻子发生什么事。对不起。你还可以错评给我，海王总。有吗？你是说哪一次错评？我哪一次错评你了？棒！
リーチ。失礼、ロン。哎、欸，谢谢封闭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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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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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教主拜拜拜拜，利恩拜拜，我拿利恩，啊蛋，利恩，等下刚刚是踢到谁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踢到谁？聊天室喊声，太瞬间了，我看人家回放。哎、欸，是米罗吗？啊，是你哦、喔。那你下一场让你进来。抱歉。哦，利恩，站着不走哦，傻眼呢，利恩。好啦，那个你等一下开一间邀我，有好友吗？我以为你打手机没办法啦，操！我想我的眼怎么那么凶，手机没办法，操！我的眼怎么那么凶？哎、欸，超凶哎、欸！手机没办法啦，操！嗯？有吗？你有好友吗？没有的话，那就让他去吧。手机怎么加会员？你要看你是什么平台的。看，你想加会员了、喔？你想加了、喔，难怪你找不到，当然咯，挂台睡觉，哇塞，是真的要睡还假的要睡了啊？养精蓄锐起来唱歌，就看呐、啊。反正三点的光遇我最近真的是跟不到了，起不太起来，起不太起来，爬不太起来。
你昨晚没睡吗？谁？不是啊，我是最近都是三点后睡觉啊，下午三点睡到八点啊。脳天誰も損しない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。手心的蔷薇，蹦，你蹦啥会？蹦，大清什么概念？骗别人跟你一起睡，跟你别人一起睡，骗人家说你睡了啊！啊，疑瞒。那你用网页查 YT， 别打字。安佩佩，嗨佩佩。啊，待会最后一场咯。啊，等一下是那个刚刚误踢的进来前我都踢掉哦。佩佩快叫黛玉去睡啦，他从十点半说要睡到现在，好扯好扯。也没十点半啊，从几点？快十一点说要睡，睡到现在还没有睡，叫唱歌不唱歌啊，好扯好扯。哇哦！哇哦！好过瘾哦！哎，你牌太好了吧？やっぱり皆さんと麻雀を打つのは楽しいです。我等一下出来看他这一场，好扯，他牌很好哎。感谢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可以进了可以进了，各位，还有两个位置。大晴就是在地狱睡觉会扎北七，昨天唱歌佩佩也不在，我知道啊。好啦，走喽走喽走喽，好扯哦。哎，点确定哦，点确定哦。哎，呆鱼，你没理我，我敲你了。你们好或不好，回一个嘛？啊，应该说要或不要，选一个啊。我一生的遗憾是没听到呆鱼跟克洛伊唱歌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一生的遗憾吗？那你有得宜了哎、欸，有得宜。一生遗憾是没看到番茄女服装，她快了啦，她快出道了。女装出配信，好啦。
好啦，那这个是最后一场了。那，我终于可以用这贴图了。我刚才想按这个贴图，我一直按不出来，可恶。你会受诅咒的，你，我诅咒你，我诅咒你被上这个大三元击飞啊！看一下哦、喔，哎、欸，你没有打过友轮呢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四位，对不起，番茄小心我托梦给你，你是要弄了？我们等一下出去去看他多扯，进张多好，天哪、啊！可是我不知道你长相，可能没办法托梦。可恶，抢不到。没事，你要我们可以私下玩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我诅咒你！好了，大鱼赶快去睡觉啦。赶快去睡觉，大鱼。赶快去睡啦！卡弄西宁。什么东西？リーチ、ドラさん、ドラ、マンガン。啊，对呢，我多了四桶哎，白痴，想说怎么算起来钱不对？不是钱啊，分数不对，多了一个四桶，哎呀，啊，没看到四桶啦，没看到啦，哈哈哈，没看到啊。没事，有事再叫呆鱼救我。你进 DC 不要关麦啊，你唱啊，你唱啊，呆鱼你唱啊。蛮漂亮的。哦，金呀，
阿宇，快点 KTV， 那是你的房间了。波纹路过就是你。你好扯，为什么不跟我通话？最后的波纹，最后的皱纹，你为什么不跟我通话？为什么不跟我讲话？好害羞，我今晚到底要不要睡啦？那炸情，炸情鱼。咦，这张金牌多少？金牌？没、欸、还没？还是呆鱼我打给你？好害羞哦。我这边讲好害羞。李奇呀，这个吧。李奇，龙呀！太突然了吧！哦，少了一杯口，也是啊，怎么会放这个东西出来？有啦，他放了，还两张，可恶！你是不是遗弃？リーチ、ピンフ、ドラ、ドラ。リーチ、ツモ、パンニャオ、ドラ猫さん。他好爱遗弃哦，可恶！大鱼，大鱼救我！嗯，哎、欸，你接受人家叫你炸鱼吗？不要了，上次讲个躲鱼，讲好久了，你差一点小事喜哭啊！没办法，这就是命运的捉弄，亦或是。什么鬼？哎、欸，啊，他就炸情啊！想一下哦，呆鱼就喜欢讲说好害羞哦，啊，佩佩也很喜欢讲好害羞，啊，就是好色哦。龙，哼！你好吵哦！你不要因为刚刚的大事情没了变这样好不好？小事情没有变这样好不好？你找到麦克风了？你要改名了吗？看你啊，你喜欢这个名字就改啊，不喜欢的话就不要改。看你喜欢当呆鱼还是当炸鱼。你口头禅是我哪有？哪有？哪是？你头上就是呵呵呵呵，一直笑，咋笑？愿鼠安安。对，还有傻眼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有傻眼，哦，我傻眼。什么东西？佩佩救我！还有什么？都这么狠的吗？都四个狠人，轮到我回合了，我无脑了哦、喔，我无脑了哦、喔。什么东西是边缘人？我什么东西是边缘的？
还有先不要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瑶瑶是谁？怎么那么懂？现在是，现在是什么？口头禅，模仿大会，听过啊。你看看你平时讲了什么？最近被断幺九讲坏了啊！我知道，就用那些说你好丑、你好丑来制裁了，制裁那些断幺仔。哎，那我口头禅有什么？白痴哦，还有什么？我最常讲是白痴哦，还有什么？哭啊！嗯，哦，番茄没有了。我口头禅还有什么、啊？嗯，你好丑，那只是打牌，又不是口头禅。你这已经人身攻击了，屁咧！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屁咧！哎、欸，晒啦！哎、欸，差不多吧。除了打日麻的好不好？有些特别游戏那些不算，是会因为其他人做变化，就是不要因为因人而异的、啊，也不要因为游戏啊，就是要那种广泛的，常在说就白痴哦，赖啦屁嘞，好扯哦，哭啊，干啥小应该不算吧，那是语助词而已，啥小啥鬼。豆浆江安安，碰，不客气了，碰了。阿杯，你看国士无双那个是只有在合国士的时候，或出现啊台上出现国士无双的时候，啊才会出现阿杯好吗？对吧，阿杯？对吧，阿贝？你在看台吗，阿贝？自在哈喽和夸张没有哎、欸，这两个我根本不会讲，好不好？自在哈喽，我根本没有讲过吧？哎、欸，有吗？自在哈喽应该杰克吧？啊，看头痛。夸张夸张的话应该是小雨会讲的吧？对啊，我根本没有讲过啊。哦，在骗？你会说靠腰？对啊。靠腰也会讲啊，老板说：“哎，不是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有啊，跟那个是什么字？不要打日文，你可以翻译成英哦。我去问 Google 姐姐来。”“Nand 啊，难得，难得哦，对对对，难得，难得。”什么反京口都谈过脏话？哪是脏话、啊？什么叫脏话？你知道吗？好，发发是不是、欸？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。嗯。不然什么叫脏话？我觉得脏话的话比较像是那个哎、欸，很难听。你有听过这么好听的脏话吗？对不对？难听的叫脏话，好听的叫语助词。你在掰啊？你在掰啊？繁星你在掰啊，繁星说的都好听哇，对，
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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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脏话是脏脏的话，哦，对，你看，今天一个听一个小萝莉骂脏话的话，你觉得怎样？哇，好可爱哦，童言童语的。没有啊，现在已经小那个小萝莉已经上幼稚园了，他不行了。我怎么想不到可以色色？什么色色？哎，对啊，哎，那个谁，林毅上来骂个骂句脏话来听。对着聊天室的臭肥宅们骂声脏话来听听。林毅上来。数了。トイトイ親一。ハネマン。ツーニャンコ。ヤクニャン。哇，这么贵。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。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。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林毅上来，上来，自己上来，快点！你没有打到牌，让你骂声脏话，你骂这些聊天室的臭宅们抢我的位置之类的。聊天室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哎，快点，林毅上来。斋元诈请，第二国是一个试战客，对，再就九连宝灯会出现了，好恐怖哦！哎，请说，我关麦。喂，喂，来开骂，只有一分钟的骂人时间。我不会骂人。你不会骂人？那你照着我念，好不好？那你不会骂人哦。好。你不是台湾人哦。你不是台湾。我是。你是？那你怎么不会骂人？我是，只是突然要我骂人，很奇怪。那就是那些人抢不到你的位，那抢房间还抢不进来啊，要不然就把你击飞掉了啊！你会怎么讲？哭啊之类的，你会吗？我只能说，哎，不是，让你太凶了吧？不是，不是，这不是骂人吧？天哪！不会到骂，不会，我不会骂，还说不会骂人。那你讲句王八蛋看看。王八蛋，没了，就这样。再来，谢谢。我哪有？谢谢你好，对不对？我好了，谢谢，对不对？哇，还有谁哦？我看看聊天室还有什么？没笑，没事，下次叫克洛伊上台骂人好吧。我克洛伊不敢。哎，子瑶，子瑶上 DC， 子瑶你一定还在聊天室，上来上 DC 骂人。敢？现在还你其他就不会了吗？顶多被气到的时候才会吧。那气到会怎样？现在骂不出来。现在很害羞而已，可恶。对。好啦，那你谢谢，下次再拉你上来骂人，谢谢。啊，谢谢，不要吧，不要吧，什么？还是你要现在一次骂你吗？不要，好奇怪。会啦，会再找你的。好啦，感谢，谢谢繁星。子瑶上来，我也听过你骂过，子瑶你上来，我听过。那时候你们在唱歌什么之类的，我有听到。只要上来。欸，佩佩在上班吗？现在休息时间吗？佩佩要上来。我感觉在采访没有，让你们知道我们兔窝里面有多欢乐。快点，佩佩上来。旁边很吵，没事。那你就开麦叫他们闭嘴啊！你说开麦闭嘴啦！我在实况欸。
那我只好从上面或下面随机抽一个人了。子瑶，我看到你了，子瑶过来，我看一下哦。哎，你现在可以开麦吗？还是我拉你一部分？你要自己进来吗？子瑶，喂，还是不行吗？有声音吗？嗨，快点骂你最常骂的那一句。不要，太多人了。那你就讲你们这些臭肥宅。我有事吗？哎、欸，我有事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在你的台骂人。对啊，怎么了？有事吗？不是啊，他们喜欢被骂啊。等一下，你们这些臭肥宅，要凶一点，再凶一点，再凶一点就好了，快点。你就对着怪人骂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就当怪那个聊天时候是怪人。你们这些臭肥仔。好啦，谢谢。没事，下次我要每天都训练你骂人，骂到不要啦。一个礼拜前的子瑶跟一个礼拜后的子瑶。不要啦。好啦，谢谢。拜拜。我看还有谁没升前锋，前锋下来，把前锋拉下来，前锋自己下来。哎、欸，开麦叫一下前锋啊，叫他下来啊，叫前锋下来，有美声都给我下来哦。前锋来，前锋是那个王那个什么，那什么战忘记了，啊什么地？啊，忘记了，那个是地图，那个地图啊，有两队阵营，然后波波最爱玩的那块地，那张地图，前锋是不在啊，哇，难怪，难过了，多人都没升，没有，那是筛选过的，你们要听难听的吗？我可以找一个人上来哦，超过分，难听的。好像不在、欸，可恶！前锋不在、欸，前锋嘞！啊，你们想听柯P讲话吗？柯文哲，来骂个聊天室的肥宅们，快点！我们听完柯文哲骂人，我们就离开了。柯文哲在吗？我们突窝柯文哲。托柯文哲，我上去问问他哦。等一下哦，谁呀？快，你给我下来！就是你，给我下来，快点！你可以加个什么妈的聊天室这些死肥宅之类，快点，快快快快快快！我们骂完就关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认真的吗？快啦，快啦，柯P，你快点，柯文哲，你快点！好，来，柯文哲要说话咯。北极。等一下啦，太短了啦，你们这些北极之类的。聊天室那些肥宅哦，我觉得是真的很北极哦。好啦好啦，感谢你可以上去。好啦，拜拜。那声音真的很像柯文哲，我每次都这样叫他。他说你们这些哦。好啦，就这样啦。其实还有一个啦，可是叫他学的话，他又也很害羞。就是我们的那个谁，迪路，可是迪路不在，迪路就声音很像鬼鬼啊。我每次都叫他啊，不对啦，呆鱼的声音就是很像露米啊。我找露米的声音哦，等一下哦。
哎，卢米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来啊？月下，卢米啊，待遇，完了，走心了。卢米，打眼叫错了啦！我那时候被他气死了，好不好？白宇，快点！你还没要睡就刚给我进来。我看一下露米都怎么讲话哦。各位晚安，非常感谢您今天搭乘露米航空，我们即将抵达目的地，请带。哎，我进来了。哎，嗨嗨，快点骂人！骂人？我不会骂。骂怪人。怪人。臭怪人，什么臭怪人？对，你就骂完都会呵呵呵。你怎么还没睡？你声音听起来很有精神呢。你要唱歌？怎么了吗？唱歌了吗？先不要。可以啊，我已关台了，我关台了，我关台了。聊天室都打八八了，快点。聊天室都打八八八了。没看到啊，我有在看台好吗？有啦有啦有啦，关台了关台了，他们说拜拜了。没有。拜了拜了。没看到。有啦，真的啦，关台了，直接这边刷笑打 END 傻眼傻眼，有没有想唱啦、啊、没有想，真的没有想唱，我们关台再唱、啊、我真的可以唱一小段，好啊，你唱啊，所以是要清唱啦，我清唱不太行耶、欸，我看你啊，你要播版权歌，让这部影片不能盈利也可以啊。那我清唱好了，我清唱，我清唱，唱什么？清个喉咙。下雨天了怎么办？我好想你。然后我上不去了。我不敢打给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，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。好了，我唱不上去了。好啦好啦，快去睡觉啦。好哦好哦好哦，睡觉了睡觉了。好啦，晚安晚安晚安，拜拜拜拜！我要隔空抓一个人上来唱歌，这样子，好可怜哦。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想过，他们如果真的爱唱歌的话，我就直接开个，就直接开台，然后挂在 DC 里面，让他们自己嗨自己唱这样子，我就去睡觉了，对吧？好啦，番茄的遗憾解锁了一个。没有，他是唱给我听的。番茄醒醒吧，好可怕。不会啦，有了就习惯了。我们现在我那能听吗？要等要来吗？有一个人跑出来咯，不要看啦，害羞咯。怎么突然变妹子唱歌台？妈，吸吸流量，这是流量密码。等一下来，我给你三秒钟，一、三，嗨，干嘛？骂人啊！哎，你把我的台关掉好不好？骂人骂什么？骂人，骂骂你上班的那些同事啊，或是病人啊。你这样突然叫我 Q 我，我不知道讲什么。那你骂前锋啊？哦，前锋发七哦。直接就这样骂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不然。前锋下来，快点！你们挂美声的，给我下来骂人，
六快点快点快点！浅风好像出去了。他怎么说浅风回来了、欸？哎，对了，那你上去叫他下来，不然就是你要下来了。哎，快点，浅风骂人。不是我在，我现在三加四喉咙不怎么好，不要叫我，不要叫我做这种事情。你喉咙不好为什么？就三加四，然后就有一点点症状，只是还隐形的。哦哦哦。那、你要骂人还唱歌，选一个。骂人家唱歌。哇，你真的假的？没有啦，选一个啦。刚曾骂你八七，不要骂回去。啊？啊？哦，不用回啊，本来就是。哦哦，事实是不是？哦，没事，算了。好啦，随便骂一个人吧。聊天室随便找一个人骂就好了。那个陈夜跟黑月哦，真的是一回来吃个饭回来就开始在那边卖我，我回来了。对啊，他们直接打哎、欸，因为那时候第一个是 Q 你啊，因为我想说挂好声音的就现在出现只有两个人啊。哦，挂好声音好久了，好几年，那个是三年，他给你挂的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是有在唱啊，但是就好啦，赶快休息，晚安，晚安。好，好啦，这次真的要关了。嘿，这个是他说你也听了，他说挂两三年了嘛。对，那个是小帮手挂的，然后刚刚有个妹子嘛，不是骂那个吗？你们这群臭肥宅，那个很害羞的直摇嘛，对吧？声音就很好听，也是他挂的。那我是之后才挂了几个。一个叫克洛伊的嘛，就是那时候玩那个鬼抓人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哇，声音好听的妹子，就给他挂一个。那再来是一个叫爆浆奶油泡芙，就之前去年玩 GTA 嘛，就觉得声音，他声音真的是跟小帮手的声音很像。我那时候都一度以为他开了另外一个账号，他又喜欢唱一样的歌。嘿，这是兔窝心结公开吧？没有啊，就是。分手擂台，现在是场外 call in 哦，西亚，西亚你白痴哦，真的要吗？西亚你要骂吗？西亚不会骂人吧？我记得他看他台到现在都没骂啊，打给麻子好了，打过去直接黄标，直接打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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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他最近心情也不好啊，所以不想吵他。你只会叮咚三连，那我打给你咯。啊，我知道啊，你那时候不是观众要求的吗？来西亚，我打给你，我call你，我找一下哦。西罗亚，Hello，你最好声音是这样啦。不是。为什么？不会啊，你看那么久了，你应该也有心理准备了吧？我原本想说，哦，要结束了，那哎、欸，好，那我就默默的。好诶、欸，没有我的事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立恩了，不要再讲了，可恶。好，你开始你的表演。好，我要对着某个人吗？还是直接说这样？你直接讲就好了。好，八嘎，变态，乌鲁塞，莫西拉奈。好，谢谢。好啦，那这个是西亚，晚上七点会开日麻台，那你们可以去过去跟他玩。哦欸、是观众场吧？我记得。对，是观众场，请手下留情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可以去跟他玩玩。好，就这样，感谢西亚，拜拜。不会，拜拜。多骂点，你去他的台听他骂就好了啊。讲什么？来我的台，要求我骂骂你。对啊。好啦，谢谢。嗯，拜拜。怎么变成扣啊骂人台了？好奇怪哦，怎么会变这样？没有，我一开始是想说啊，那个谁领域没玩到，好啦，让他上来骂骂人好了，听听他的声音嘛。啊，然后讲我卡，准备关台了。啊，看到往上滚，看到哎、欸，子瑶在，把他拉下来好了。在荼毒我的干爹吗？好可怜，小鱼，你要不要进来骂人？不用啊，
晚上十点就有得骂了啊。你是八七哦，哎，交考要不要骂？你是不是错过太多萌妹子了？对，你只要补记录档。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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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这样子的吗？对啊，还是你要再来骂一次？子瑶，快点！子瑶还要骂吗？有没有骂上瘾了？有没有抢麦上来骂人？好啦，感谢大家啦，之后看吧，之后等可能要关台，看到可能 DC 有妹子，就把他抓过来骂人。欸，会不会到时候快关台的时候，发现聊天室对吧 ？DC 本来可能十几个人，突然瞬间变两三个，呵呵，都是关麦的这样子。呜呜呜呜，有没有？欸，教主要关台，快跑快跑，快撤快撤快撤！就看到 DC 突然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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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骂我一波。为什么要骂我？为什么你要骂我？啊！你要听回放被骂了，好奇怪的台啊！对啊，好奇怪的观众哦，奇怪，我明明又不，我又不是 M， 可是听到一些声音好听的被骂，怎么会那么舒服？可是我被叫下去欸，我问号啊，谁叫你刚去吃东西？好啦，那大家晚安啦，拜拜，开声音啊，我们是要看那个啦。我去看一下牌谱，最后的波纹，我看他起手几张，超扯！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，哦，我给他，哇，你是不是要请？你是不是超级留言我了啊？给了之后变多少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哦，就中九排而已哦。啊、摸进来嘞，也还好哎。蹦蹦蹦、哦，好可惜哦，我没碰的话，发财会他拿到哎。你是不是一肚子想要做自己色的、啊？蹦，好扯哦！这什么进账，我也好想要哦。哦，好香哦！一条吧。一条发财，危险的发财。リーチ。ロン。国士無双。100万。好扯。有种看到西亚金牌的感觉，真的假的？西亚是国士无双的吗？好啦，大家晚安咯，晚点见，晚点见。阿巡国他就听牌了啊。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